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Alliance Investment 的 Jenny。 Uptown 的位置呢也非常的方便，走路只需要3分钟就能去到曼城的维多利亚火车站，走路10到5分钟就能去到我们的市中心购物商圈，包括 Savages、 Harvey Nichols 还有 Deansgate 的不少餐厅，还有我们的酒吧都能去到。 Uptown 设备非常齐全，我们有齐全的健身房、私人电影院、屋顶的共享花园，还有我们的共享工作空间，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接待大堂。这里呢就是我们标准两房的厨房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储物空间，而且呢我们还包含了洗碗机，还有烤箱，还有我们的炉头、抽油烟机等等都是包含的。除此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嵌入式的冰箱，这些都是全部包括的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同样有全落地的玻璃窗户，打开了这个窗户以后呢，就可以直接把窗外的风景直接带进室内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里面不单可以放到我们的餐桌，还有可以放到我们非常大的沙发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可以放到不少的储物空间以外呢，人还可以非常的舒畅走动。我们的主卧放下了大床以后呢，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走动，而这里呢还有一个全落地玻璃窗，透光度非常好。主卧这里还自带一个卫浴间，这里呢就是我们客厅里的洗手间。刚才提到我们的智能家居系统可以控制电灯以外，还可以控制暖气部分。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发电的暖气部分呢是非常的薄，也非常的美观。